等一下跟我们好好聊一下天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再来这位，我必须要说，他并不算是刚出道哦，对，是不是？但他也是选秀节目选帅，是，而且我们弟弟超爱唱他的歌，无敌爱的。这两三年来，每次不管录到什么，只要是歌唱比赛的、要拿出来秀一下自己实力，一定会飙他的歌，经典的歌，是不是？马上把这位给他请出来，是我们的张智成。哦哇哦！哇塞！阿成比较亲切。哦，可以叫晨比较。晨哥，比较。耶，好久不见呢。对，我第一次来棒棒糖。真的，欢迎他们。他们当红的时候，刚好是我休息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这次他们过气了，你们就来了。我想说，我想要打扮年轻人，可是我还觉得我是输了。没有。你有看我们节目吗？有。你有没有特别欣赏哪一个弟弟在节目中的表现？对啊，我可以欣赏吗？可以啊，不是，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喽？可以外带啊，可以外带，我怕他带出去。谁要外带？比如说最会唱歌的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很爱飙你的歌？左一有没有？第一左一都没有那么明显，却不知道名字。我有在 YouTube 看过，是不是王子也唱我的歌？哦，我有，我之前有唱那个《爱情树》，《爱情树》我的《末日之恋》，都有谁这样？觉得他唱好不好？很好啊。然后因为我刚刚是去看那些评语的时候啊，说。哦，王子都唱的，我以为王子是我，因为他们叫我 R&B 小王子嘛，我就以为是我，结果我看好失落，不是我。是，其实智成兄啊，阿成，他曾经就是他有这个新作品问世，只是没有还没有在台湾发行。对，我其实，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跟香港都发了我的新专辑，叫《暗恋》。有要飙两句来听听吗？那我要唱，你唱那个《暗恋》了，好不好？暗恋了，暗恋两句。我们都站在落地窗的两边，就算触碰也有了界限，如果跨越过彼此那道边界，是靠近还是更遥远，就这样。哦，你国人的猫睡世界，照相单是一朵花。我知道那个奇摩交友是叫小马，好像是个人的交友之类的，我很诚恳。